大王，不是这个。寡人要的是昨日寡人看过的那卷琴律。是。拜见大王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大王召见，怎敢不来？你可以给我一个理由。病痛，不是。女孩子家这些借口，随手拈来。大王动若观火，被拆穿的把戏，岂不没趣？虽然不情愿，可是你还是来了。虽然来了，可还是不情愿。你这个丫头，为何如此倔强？芈月只是说真心话罢了。大王若不喜欢，那以后芈月慢慢学着说假话。宫里只有你一人敢与寡人顶嘴，你可知错？大王恕罪，可芈月还是不知错在何处。母亲，下去吧。是。坐。谢大王。坐到寡人这儿来。你说，寡人喜欢你吗？或许有那么几分吧。坏了良心的小丫头，可无论寡人有多喜欢你，还是要常常到宫中其他嫔妃那里去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您是大王啊。此刻我与你在这成名殿里，我是你的夫君。明日我出了这成名殿，便是一国之君。这大义和小义，轻重之别，你该有数。芈月只是一普通女子。芈月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大王是想要芈月学会做宫中女子。寡人不要你做宫中女子中的一个，而是要你在寡人眼中独一无二。行了，别跟寡人赌气了。寡人找你来是有正事，听说整理王后陪嫁的书简之事已快了结，你近来在演练新招来的乐师。芈月只是不想让光阴荒废了，再者也可以让楚国带来的编钟和其他乐器物尽其用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愿意每日来给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？我？寡人要用的书简和奏章浩繁众多，无人分类归档，翻找起来耗时耗力。你可每日免召进入成名殿，为寡人整理书简和奏章，归类收藏。这么说，这里全部的书简和奏章都由我管辖？是。我可以随意翻阅这些文字啊？那是自然的。谢老伯恩典，芈月求之不得。怎么又叫寡人老伯了？芈月更喜欢大王做邻家老伯，不喜欢邻家老伯变成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一准知道，你笑起来比哭顶用多了。玉儿不知。精兵利器足以毁掉寡人的社稷。对了，明日是七月初一，
寡人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不过到时要让木坚给你准备一套合适的男装。明日要去哪儿啊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雍大人啊，黄公子，粮草账目已经核对完毕，应该没有什么出入。这么快？幸亏有你帮忙，不然我一个人忙到手忙脚乱都弄不完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一会儿我要去宫中见治粟内史交接账目，午后才回来。进宫？嗯。雍大人，能否带上子倩同往？哦，在下听说咸阳宫恢宏无比，想借此机会一开眼界。也好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好找你核对。不过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一会儿到了宫中，一定要跟紧我，切勿到处乱走。好。这里就是天下侧室云集的四方馆，也是如今咸阳城最热闹的地方。王公子哪天有兴趣，可以进去看看。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四方馆，寡人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禅者有恒心，法家也说过人性最利，所以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，都应当从我派之言。胡说，人性本无，世间如染缸，入苍则苍，入黄则黄，治国之道犹不可听乱也。人之异于禽兽者，乃人能互助互援，可听出什么来？减少不平，争取公平而立。各家说各家的理，却都未必能够压倒别人。百家争鸣已数百年，谁能说服谁，谁又能够压倒谁？其间相生和相克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五行即为五德，万物与五行对应，各具其德，天道运行，人事变迁，王朝更替，更是五德转移之结果。你们都说得好听，却空言无补。如今诸子百家当中，真正能有所作为的是我们兵家。兵者国之大事。小丫头，你刚才问我什么？得知众寡强弱，我说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争呢？克敌制胜，争是为了发出声音来，各种声音意味着推陈出新和长进。原来这世间只有周礼一种声音，四方沉寂。我大秦在俗人眼中也不过是为牧马的鞭鄙野人，周天子的威望倒塌，才有了列国和我大秦的崛起，有了各方人才的投奔，有了这四方馆中百家争鸣激荡文字，人才辈出。可臣妾昨日在大王的成名殿里翻阅商君书，商君斥其他学说为贼，大秦用的可是商君之法。在我看，任何一种学说都在尽力排斥他人，但总有聪明的学人在不断吸取他家之长，丰富自己。而君王则一家为主，数家为辅，内左王政，外扩疆域。修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。每逢初一十五，这里都会有大争辩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寡人准你初一十五凭令符过来。不过必须要男装打扮，
实在是不切实际。还可以。君王需要的是。还可以。让臣妾下注。嗯。当然，让君子们多知道民间疾苦，掌握耕战之实际本领。啊，公子，王公子，哎，你就在此等我片刻，我去去就回。雍大人，尽管去吧。嗯。敢问，哎，敢问，敢问。在下出进秦宫，想向你打听一人。何人？是位楚国来的女子。这宫中楚国来的女子多得很。这个女子名叫芈月。你是何人？怎敢大逆不道，直呼芈八子的名讳？她与你有何干系？哦，在下也是楚国人。这宫里宫外楚国人多得很，都借着楚国二字来攀附八子。你四处打听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啊，母亲。雍大人，不知你在问什么呢？这位公子是随我进宫办事的。小的不知这位公子是跟雍大人一起的，多有冒犯。我们这就告退。雍大人慢走。走。王后，楚国那边刚送来的书信。王兄和母后好久没来书信了。是啊。先逝了，母后。屋子里竟然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姑姑，你说在我出嫁前，母后日日守着这些陪嫁清单，看了不下数十遍，为后字字斟酌，唯恐一点疏忽让王后在秦宫用度不足，衣食不便。这清单上全是母后的心血，可我却从未认真看过。王后出嫁，
为后可谓喜极忧极，柔肠百千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皆悔莫及。王后不必自责，为后指望的就是王后在秦宫根深叶茂，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戴瑁受威后恩典与责，定会替威后照料好王后，活一日便会竭尽全力保王后在秦宫平安。姑姑，他死了，他居然死了。死了？谁死了？威后死了，楚国来信通报说他因病而亡，王后不思茶水饭食，因此事哀痛欲绝，不能自已，宫中无人能解他心结。王后闭门暗自伤心，威后尽管刁蛮，但对王后却是百依百顺的。若不是因为对舒姐姐的娇宠，我的性命也早就没了。那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不知她死时想的是什么。她一定想不到自己竟然会死在我的前头。月儿，你很少跟我提起她，你还一直记恨着她？她害死了我娘亲，逼死了举娘娘，又几次差点要了我的性命，我的一切都是拜他所赐，还用得着特意去记恨他吗？先生，公孙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日来也是迫不得已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先生是否曾有怪符节交给义渠人使用？确有此事，那是在秦王迎娶新王后之前我借给他们的，当时说好了用完之后即刻奉还，但是因为事情没有办成，他们却也赖着不还给我。这事情都过去两三年了，我现在正在想办法与他们交涉。先生不必痴心妄想了，前些日子我们在义渠国的密探秘密通报，早在半年多前，秦国的雍瑞大夫以重金从义渠王手中买走了那块符节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秦王为何待我从无异样之处啊？那不过是猫戏老鼠的手段而已，眼下先生随时都可能大祸临头。事不宜迟，魏王已经为先生做好了安排，八月初一我在城外接应先生离开咸阳。这是给你准备的出城符节，这是伪造你身份证明的注册。我与秦王毕竟君臣一场，如今见解相异，各奔东西。再见，恐怕就是在战场上了。就抓人，有证据吗？这年头抓人要什么证据啊？后边的人愣着干嘛？抓紧时间，下一个。怎么走？
放行。下一个。只有区区两个商贾，并没有什么公孙衍呐。昨日朝堂共事一军，今日相见，公孙衍为何缩头缩尾，不敢相认了？下来吧。罢了，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楚离子不必对我言语羞辱。我公孙衍不过是想出趟远门，不劳楚离子相送了。身为大良造，出行光明正大，何苦要乔装打扮？公孙先是位高权重，乃大王的左膀右臂，怎能不辞而别呢？昨日坐上客，今日阶下囚，大王待臣下三心二意，令天下人寒心。大王对你仁至义尽，倒是你公孙衍朝秦暮魏，首鼠两端，带走。是是。慢着，慢着。大王口谕，公孙先生曾为秦国社稷立下汗马功劳，听闻即将远行，特此千金以壮行色。这个符节是大王叮嘱一定要交还先生的，先生不会不认识他。这是你三年前给义渠王使用的，大王重金赎回。这次先生要去魏国，这一路关隘重重，有了它，可为先生免去许多周折。接着吧。楚离子，放行吧。放行。先生，慢走。这，这，大王，公孙衍出走魏国，必成大患。王兄不仅不派人追捕，反而千金送他上路，这岂不是为虎添翼？
寡人曾与他君臣一心，肝胆相照，共度艰难。如今他弃我而去，也许有他的不得已。若抓他回来，判罪获刑，寡人于心不忍。另外，会让天下尤氏谋臣猜忌我秦国和寡人不识人才，缺少胸怀。寡人权衡利弊，才派幕监前去传旨。既然公孙衍已不能为大秦所用，何不借他的离去，收服天下人心？王兄高瞻远瞩。不过放走了公孙衍，那魏国埋在我们中间的那些暗桩怎么办？全部起出来，不管牵涉到谁，抓！姐姐，你出去吧。是。是。姐姐，公孙衍出逃魏国，这事儿你知道了吗？我也为此事而着急呢。听说城中只要与魏国有来往的人均被查捕，风声是越来越紧了。大王赐给你的那个铜符节，你还带在身上吗？啊，在这儿呢。收好了，这可是能保命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过去跟公孙衍都有交往，而你只是一个深宫妇人，既不知军国大事，也素来和我来往不多。从今以后，你就不要再到我这里了。姐姐，如今公孙衍已经出逃了，这铜符节再也寻不回来了，我这次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姐姐，那铜符节你也不可能日日藏在箱子里呀。再说与魏国来往的人也不仅仅是你，那若是别人在半道给弄丢了，也不是咱们的过失呀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这铜符节的事必定要有一人顶包。妹妹，姐姐叫你来是有事要托付给你。你我虽非一奶同胞，但因从小一起长大，胜似亲生姐妹。在宫里除了你，姐姐唯一的亲人就是华儿。姐姐若是被大王治罪，华儿必受连累。姐姐是想华儿在宫中无依无靠，我只能把她托付给你了。你独自上游，华儿又一向与你亲近。姐姐，你别再说了，容我们再想想法子，结果不一定有那么糟糕呢。啊，把事情都想清楚了，就没那么糟糕。来，妹妹，让姐姐看看你。你说这时间过得还真是快，这转眼我进秦宫已经近20年了，而你也有10几年了。那时候你还是一个毛手毛脚经不起事的小丫头。记得那年你失手打碎了大王的一个碗，吓得你躲到了交房殿的偏殿，浑身发抖。姐姐，后来还是你替我顶了罪，还被王后罚跪了2个时辰。逝者如斯夫，你已为人母，姐姐也老了。姐姐，姐姐，记得进宫那日，你头上戴了一个碧玉簪，众人都夸俊俏，连大王都忍不住多瞅了几眼。那簪子可还在吗？
姐姐，您把它赠与我吧，以后也是个念想。你等着，姐姐去给你拿。姐姐，我的孩儿就托付给你了。奉大王之命查办魏国奸细案，内府要偿还你身边的彩凡，请夫人允准。我身边的世人都忠心耿耿，没有奸细，如若你们要带人，还是带我去见大王吧。夫人在世不可离开，还要协助老奴查找一些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铜符节。那东西我一时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。既然夫人想不起放在哪里，那我们可以帮你找。嗯，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若是真找不到，恐怕夫人就更不好交代了。哦，忘了告诉夫人，魏长史已经前往内府问审了。我妹妹什么都没做，你们太放肆了。大王吩咐公子华身边的所有太傅和侍从均已换人。彩凡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夫人保重，奴婢先去了。不光是彩凡，所以从魏国来的侍女侍从都要到内府过一遍，带走。是。夫人保重。大姐，没有。禀告大姐，铜符节找到了，是小的在正殿的首饰盒里找到的。那魏夫人平日多霸道啊，如今眼看着她手底下的人一个个的给拉去过审，总算是出口恶气。可不是，大王可算要跟他们算总账了。下毒害王后是一档子，勾结一群人打劫是一档子，借着国美人上吊陷害咱们再是一档子。那魏氏姐妹死多少回都不算多，这要是在咱们楚国，割鼻子挖眼睛，再砍掉他们的双脚，只怕眼下还伤不到魏夫人毫毛，查同符节都以为魏夫人定跑不了了，结果呢，魏长史的同符节没有了，魏夫人的还好好的在首饰盒里装着。谁都能看出来，那个魏长史就是个替罪羊啊，魏夫人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呢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给王后煮的百合莲子粥该好了，让他们拿冰给镇上。是。奴婢看着王后有心事。魏夫人他们倒了，照理说我该高兴，
但心里却是害怕。王后怕什么？当初秦楚联姻，王兄指望秦国能助楚国称霸天下，母后更是深信楚国强，我在秦宫势力必定也强，时时能帮楚国说上话。可结果却是秦强楚弱，秦进楚退。现如今我在后宫，哪句话该说，哪句话不该说，全要看大王脸色。假如有一日朱幽蒙了心，一步走错，魏夫人就是范蠡。你们都以为大王是在帮咱们出气，其实若不是大良造挂印出逃，大王说不定还由着魏夫人他们在后宫耀武扬威呢。如今收拾他们，却让你们这般惊喜若狂。但只要魏夫人倒了，后宫就没人能与王后作对了。真的吗？不对，奴婢忘了那个狐媚子芈月了。王后是不是说那芈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芈月想作怪，也绝非王后的对手。王后是正宫，有嫡子，魏夫人倒了，公子华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接下来王后就要把心思放在立嗣上，一旦大王立公子为太子，那王后的位置不就高枕无忧了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大王疑心最重，此事容易弄巧成拙。要不然咱们让芈月替王后出头，眼下那狐媚子可以随意出入成明殿呢。自打母后去世，我与芈月也冷了许多，一想起母后与她的纠葛，心里难免郁闷。威后过世，与她脱不了干系。姑姑又来了。算了，你去传话吧，过几日就是8月15，让芈月他们到教坊殿来，顺带着叫景氏和孟昭氏也来。魏夫人倒了，总是幸事，我们姐妹们也该聚聚了。是。相扶，愿回你永生永世。
是